从没见过这么丧心病狂的母亲，只因女孩涂了下她的爱马仕口红。妈妈，她却抡起口袋疯狂砸向亲生女儿。之后妈妈和男友淡定开车去 KTV 唱歌，而女儿却被装进塑料袋并扔在外面让其自生自灭。小女孩名叫连南，今年七岁，上小学一年级。新任班主任奈绪让同学们写信给死去的鸭子做告别，可连南却挽起作业不知如何下笔，老师不解并上前询问怎么回事。死んでるからって読めないでしょ。アヒルは字習ってなかったから読めないでしょ。小小年纪竟看透社会的生死本质，简单反问使得全班纷纷指着连南冷血。眼看连南不听话，老师便冷漠回答：書きたくなかったら書かなくていいわ。放学后，老师刚出办公室，连南早已等候多时。他拿出帽子上来就说要送给老师，老师一脸懵，连南早已蹦跶离去。回到家后才发现自己后脑秃了一块头皮，拿着帽子，他瞬间明白了连南的用意。一个七岁的孩子心思竟如此缜密。连南到家门口，发现妈妈将自己的童话故事书丢弃门外，即使爱不释手，还是跟妈妈说了再见。妈妈。いってらっしゃい。而门口皮鞋是女孩最恐惧的噩梦。进家后，她打开冰箱，找到仅剩的调料，试图填饱肚子，因为家里根本没有任何吃的东西。这时连南发现桌子上的零食，她拿起便开始奋力的撕扯，不料妈妈男友突然出现并猥琐的笑了笑。妈妈下班回来，门口便多了一袋垃圾，拎起来的时候发现非常沉重。冗談だよ、冗談。妈妈并没责怪渣男，反而笑着解开了垃圾袋，而连南只能强忍说道，くれんぼしてたら出られなくなっちゃって。随后便拿出一枚硬币，这是他今晚的饭钱。行ってきます。连南只能带着心爱的小仓鼠来到街上玩耍，他知道不能打扰妈妈和渣男在家约会。这时班主任奈绪正巧进了一家餐厅，门上铃铛发出的卡拉声却吸引了连南。连南发现是老师，便主动打招呼。卡拉格隆，卡拉格隆。连南点了最喜欢的冰淇淋，便开始喋喋不休起来。老师看到后皱了皱眉头，因为身为科研人员，他是被迫来当老师的，并不喜欢小孩。マウゲとマウゲがごっつきそう。あ、離れた。先生って面白いね。看到老师闷闷不乐，他便拿出开心手册读了起来。雪を踏んづける音。夜の空の雲。クリームソーダ。他不厌其烦说不喜欢话多的小孩。连南做出 OK 手势，便自顾自在窗子上画起了圈圈，手臂上的淤青却引起了奈绪的注意。奈绪担心他的安危，便想送回家，却被连南拒绝了。第二天，奈绪发现连南没来上课。美月さんは？お手洗いで寝てました。奈绪慌忙来到医护室了解连南情况，校医发现连南长期营养不良，贫血晕倒，并且身上伴有多处淤青和伤痕，有可能遭受家暴虐待。于是老师决定去连南家家访，却吃了闭门羹。他们返回时正好遇见连南和妈妈，突然发现眼睛受伤，连南只是说摔倒了。眼看老师还在再三追问，连南害怕败露，便岔开话题说饿了想回家。原来这一切竟被渣男看在眼里。晚上奈绪又发现连南在街上玩耍，他担心他的安全，决定把他带回家中，并做了香喷喷的晚餐。先生料理上手だね。これぐらい誰でも。私のママも料理上手なんだよ。奈绪问妈妈会做哪些，连南支支吾吾半天才吐出个菜名。スパゲッティでしょ。ごめん。奈心早已看出谎言，却不忍心拆穿。饭后奈绪讲了很多鸟类知识给连南听，连南对鸟类迁徙很感兴趣，并表示想去看看。奈绪虽然答应，可连南怕被妈妈家暴。妈妈心配しないかな、本当にしようかな。奈绪只好把连南送回家。很快奈绪接到通知要做回科研人员。放学后林南开心地过来找到奈绪。渡り鳥を見に行く約束なんですけど。即将离开的奈绪不想伤到连南，只能狠心拒绝。连南回到家，发现自己心爱的小仓鼠不见了。お母さん、すずは？私のせいじゃないんだから。其实连南知道天国就是死去埋在土里的鸭子，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随时会是下一只小仓鼠，于是他来到图书馆找到一份报纸。在偷看报纸时，突然有人开门，他连忙把报纸揉成团藏进兜里。回来的正是令他不寒而栗的渣男。渣男给他换上新买的裙子，又涂上娇贵的口红。可妈妈见后直接疯狂地砸向女儿，然后装进袋子丢在路边，若无其事地离去。另一边，奈绪发现开心手册落在了自己家中，小小手册却记录了林南生活的点点滴滴：旋转的椅子、小仓鼠吃瓜子、冰淇淋苏打、下雨的味道。走之前，他想把这承载着幸福的手册还给林南。来到他家旁边的黑色垃圾袋却引起了他的注意，看着垃圾袋，他有种细思极恐的预感。解开一看，竟是昏迷的连南。精细照料后，连南才缓缓醒来，眼里却充满绝望。奈绪焦急地问他想去哪，想吃什么，但他什么都不想，只是缓缓拿出之前的报纸。乍一看，奈绪才明白连南是想去孤儿收容所。
他到底经历了多大的绝望，以至于收容所成为了他最后的奢求。第二天早晨，奈绪带着莲南来海边看鸟迁徙，莲南盼望着自己也像鸟一样飞往温暖的地方。看着莲南渴望而又不可及的背影，奈绪内心彻底被触动，于是他心中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美月さん聞いて、私はあなたを誘拐しようと思う。ダメなことしかできないのに。間違っ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あなたをもっと悲しみに合わせ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も、私はあなたの、あなたのお母さんになろうと思う。あなたと二人で生きていこうと思う。お母さん、レナのお母さん、お母さん、お母さん。你绝对想不到这个女人有多残暴，只因女儿涂了她的香奈儿口红。妈妈。他却对亲生女儿毒打并装进垃圾袋丢弃路边后扬长而去。虽然被老师救下，但他早已经悲痛欲绝，来到海边。大叔担心小女孩并向她示意注意安全。连男挥动着双手假装做出正常回应，他展开双臂盼望着自己能像候鸟一样迁徙远方。大叔有说有笑着，下一秒却不见了女孩的身影。他慌慌张张跑去海边查看情况，殊不知留下的只有飘在海里的橙色手套，以及那本记载着连男悲惨命运的开心手册。消防队集体出动，直到晚上争分夺秒都没能找回连男。大叔没能看好女孩，瘫软在地深深自责。此刻母亲竟没有一丝悲痛且冷血无情。然而这一刻，连男早已换上男装和奈绪踏往新的旅程。原来这是奈绪和连男的瞒天过海之计。4月1日分かる、嘘をついてもいい日なの。嘘をつく、この町を出て誰も私とあなたを知らない場所に行くの。连男并非亲生，只有假死才能带他逃离这悲伤之地。看着电视播出女孩失踪的新闻，奈绪不再犹豫，拉着女儿踏上了前往东京的列车。为了新的开始，奈绪给连男改了新的名字。名前、お母さんに聞けるのかな？つぐみ。つぐみなんてどう？他的发音和候鸟非常相同，也寓意着季美以后能像候鸟一样自由生活。然而他们的旅程并不顺利，就在去卫生间时，季美不会使用拉链，奈绪只好前去帮忙，没想到出来后直接傻眼，所有行李不翼而飞。他跑出去四处寻找，终于在角落发现行李，但小偷没有留下一分钱财，好在暗袋还剩1000日元，季美只能抱抱安慰。母女坐在凳子上想了一天也不知如何是好，正当他迷茫时，突然想到附近有个名叫桃之家的收容所，那是奈绪五岁孤儿时满满的幸福回忆。桃子婆婆是最善良的人，对每个孤儿就像自己儿女一样。大きくなれ、大きくなれ、大きくなれ、大きくなれ。转眼间，他们来到桃之家，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隔30年，这里早已冷冷清清，仅剩桃子婆婆。そのネズミ、キュスケっていうの？はい、どうぞ。ありがとう、姉ちゃん。很明显，婆婆已患上了老年痴呆，养育了一辈子的孤儿，余生却孤苦伶仃，无人照顾。好在季美的到来，让婆婆重新找回了开心快乐。突然，一名警察的到来，奈绪见到内心无比慌张。不过她是来看望婆婆的。婆婆丈夫10年前去世，导致桃之家债务累累，所以市政局即将征收桃之家。可对婆婆来说，桃之家就是孤儿的港湾，不能放弃。警察走时告知，不久就来接婆婆去养老院。奈绪明白这里不能再逗留，只好收拾东西带季美一起离开。但季美担心痴呆的桃子婆婆，非要带她一起走。私たちは逃げてるの。桃子さんも一緒に連れて行けるわけないでしょ。私も置いてって。何言ってるの。大丈夫だからここに来たんでしょ。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先生、我慢しなくていいよ。奈绪一直想不明白季美为何要坚持留下来，直到婆婆告诉她季美的脚受伤了，走路很辛苦。可季美为什么不告诉她吗？婆婆告诉她，当年她来桃之家时也是忍着不吃点心，忍着不看电视，忍着不去想妈妈，这是为什么呢？一度捨てられたから。またもう一度捨てられるのか。奈绪突然间明白了，此时的季美和当年的自己内心一样，她不想再次被抛弃，怎样做好一个妈妈成了她心中难题。
于是奈绪决定从季美的尺码开始，并且决定留下来和婆婆一起生活并卖花为生。可他们回家时却发现门口停有警车，原来是桃子婆婆就要去养老院了。母子从后门悄悄进来，不料一技术碰声引起了婆婆注意。婆婆突然间清醒，知道是季美回来了，要和她做最后告别。Josuke， 外へ出てきちゃダメよ。怖いおじちゃんがいっぱいいるからね。バイバイね。つぐみちゃん、ありがとね。一緒に遊ぶの楽しかったよ。お花、嬉しかったよ。ごめんね。何もしてあげられなかった。まおちゃんが、お母さんになった。ありがとね。ありがとね。野本さん。野本さん、もう行きますよ。俊介、俊介、バイバイ。母女俩伤心含泪送走婆婆，至深夜久久无法平静。婆婆走后，她知道必须另寻他处。然而就在桥上，她遇见了此生又爱又恨的人。谁能想到12年前的催泪神剧被多国翻拍却无法超越，天真可爱的女孩竟被亲生母亲毒打虐待丢出门外。为救女孩，老师设计诱拐，但路途却一波三折，最后栖息地被征收至走投无路，只能找到社长养母。好在养母对奈绪一直很好，甚至超过了亲生女儿。然而两个妹妹并不知道奈绪是养女的秘密，奈绪深感愧疚，不想靠养母，所以常年在外独立。此时的季美在逛超市等奈绪妈妈，而身后却有位老人一直在偷偷摸摸看她。突然一回头，吓得老人撞到桌子，致商品洒落一地。单纯的季美见后连忙过来帮忙，偏偏这时细心的季美发现老人背上的标签。やだ。うっかりさんだね。季美看她如此粗心，便称呼粗心婆婆。就在这时传来超市广播下班的声音，殊不知眼前的这位粗心婆婆竟是丢弃奈绪的亲生母亲。于是她画上地图留在门下，并跑到图书馆看书。不一会妈妈才焦急找到这里。お店の前で待っててくれたらよかったのに。子供が一人いたらマリさんに話しかけられちゃうでしょ。有了养母的支持，本想租个套房，却担心单亲家庭引人注目，只好住下宾馆。为了生活，奈绪开始寻找工作。鸟类冷门专业促使她找工作困难，无奈之下只好降低要求。每当奈绪外出面试时，粗心婆婆就会悄悄来和外孙女玩耍，然后还陪伴她画画，甚至还偷偷送了她一支喜欢的画笔。没想到这支不起眼的画笔却救了季美一命。母女回到宾馆时，两个妹妹早已等候多时，奈绪才告诉他们还有个女儿的事实。两个妹妹对姐姐不太友好，因为她都没来参加二妹婚礼，但三妹比较喜欢小孩子，玩得很开心。很快奈绪当上了清洁工，今天图书馆没营业，季美只好在家休息。偏偏这时季美感到身体不适，拿上硬币就要去找粗心婆婆。幸亏婆婆送的笔上刻着电话号码，才找了过去。婆婆接到电话一听声音就发现了季美不对劲。加班至深夜的妈妈下班回来看不见季美，心急如焚，突然接到电话才顺路找了过来。进门一看竟是粗心婆婆，但她早已安顿好发烧的季美，好在是低烧没有发生肺炎感染。奈绪看着女儿终于放下心来，她很好奇婆婆怎么知道季美生病的。当时季美说话虚弱无力，作为母亲的就能感觉到季美生病了。そうですよね。なんとなく分からなきゃダメなんですよね、母親だったら。婆婆看到奈绪有些自责，便安慰到季美是坚强的孩子，看不出也属正常。但奈绪还是很愧疚，自从和季美一路奔波，一直在为生计发愁，却忘了对季美的关心照顾，而且住的又是透风宾馆，导致生病更加的自责。婆婆问那为啥不回家里住呢？因为自己是养女，不想给家添麻烦。奈绪本不想提及这些，然而面对婆婆却不知为何有想倾诉的感觉。私でよければ。可能是压抑的太久，突然想打开心扉。其实自己早已忘了母亲相貌和生日，但却深刻记得被妈妈抛弃的那天发生的事情。那天妈妈带着自己去游乐园玩耍，中午点了一份喜欢的儿童套餐，然而附赠的娃娃已经送完。奈绪没有得到心仪的娃娃，就开始哇哇大哭。妈妈哄了好久好久都无济于事，直到傍晚摘了一朵蒲公英，妈妈轻轻地吹了吹，蒲公英种子漫天飞舞，异常漂亮。奈绪也终于开心地笑了起来。就在这最幸福的时刻，却成为了她一生挥之不去的伤痛。听到这里，粗心婆婆偷偷红了眼眶。婆婆担心掩饰不足内心的波澜，就想借故离开。但在她就要出门时，她还是问出了那个问题。会いたいって思うことある？はい。その実のお母さん。それを裏切った人には。会いたいとは思いません。
つぐみちゃんのためにも実家のお母さんのところに帰るのが一番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しら。あなたを一番愛しているのはその方だと思いますよ。听到女儿的回答，婆婆终于痛哭起来。面对30年未见的亲生女儿却不能相认，这是多么痛的领悟。然而当她看到报纸上的盗墓连男时，竟发现了外孙女纪美的秘密。可爱的小女孩竟被亲生母亲虐待并丢进寒冬的垃圾堆。为拯救女孩，老师设计假死并和她开启逃亡之路，一路困难重重，历经沧桑，最后只能投靠养母家。多年未归的奈绪突然回家，养母十分开心，然而多出个7岁外孙女，她更是欣喜若狂。おばあちゃん、从没有过外孙女的外婆当然是关爱有加，立马给纪美买了书包衣服，并要送她去学校。可是她拿不出上学所需的证件，十分为难。三妹非常喜欢纪美，便带她去餐厅吃饭。中途去外面接了一个电话，突然这时出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陌生男人，他上来就直接询问盗墓连男的下落。漏洞百出的回答让男人更加坚信他的猜想。东京的纪美又怎么认识北海道的连男呢？连男感觉到不对劲，便匆忙逃离餐厅。在一个转弯处，他撞到了粗心婆婆，并失声大哭了起来。婆婆便把纪美带到家中。偏偏这时纪美发现婆婆藏了一张连男失踪的报道，这才意识到婆婆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她想再次逃离，却被粗心婆婆叫住。婆婆向她表明无论如何都不会伤害纪美和妈妈。不一会奈绪来到婆婆家，也看到了那张报道，看来东京是不能再待了，便带着纪美就要离开。粗心婆婆连忙追了上来，因为她不想母女在东躲西藏的过日子。虽然粗心婆婆是好意，但奈绪不想连累她，执意要离开。婆婆不肯放弃，并告诉她有办法让纪美上学。就在她犹豫不决时，纪美背起了乘法口诀：3が3、3が6、3段が9、3412、3515。想到这些，他明白留下来才是给纪美最大的幸福。当晚奈绪就狠狠砸了自己眼睛。他带着纱布来到招生办，面对严格的入学申请，他揭开了纱布。その夫に殴られた後です。お願いします。凭着红肿的眼睛伤口，终于拿到了入学资格。因为在当地有这样的规定，有家暴的家庭致使儿童拿不出相关证件的情况，只要有常住户口的监护人就可以入学。虽然奈绪不是常住户口，但婆婆愿意出面当监护人。只是谁能想到，一个母亲为了孩子竟做出这种非理性的自残行为。不过奈绪不明白，一个毫无相关的老人为何会冒共犯的风险做纪美的监护人，不断的接近纪美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就在这天放学时，纪美飞下来一个纸飞机，正当她看清飞机样子时呆住了。她在桃之家珍藏的那张布满折痕的白纸，复原出来的纸飞机竟和地上的纸飞机一模一样。奈绪突然一切都明白了，这个一直细心照顾纪美的婆婆，这个冒着风险当监护人的婆婆，竟是抛弃自己30年的亲生母亲。她怒目而视，并捏碎手中的纸飞机，气愤地离去。然而婆婆也明白了一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奈绪途中遇到了那个陌生男人，他是个记者，看到连男跳海的新闻感觉另有蹊跷，于是调查连男生母，拿到信息又追到东京拍下纪美。当他对比照片时，终于确定了自己的猜测，而记者做的这一切全是为了一个字，钱。记者毫无下限地开出1000万的封口费。他知道奈绪的条件付不起，但有个有钱的社长妈妈。此后家里便经常接到骚扰电话，还收到北海道连男跳海的新闻报纸。奈绪知道这是记者在给自己施加压力，目的就是要1000万的封口费。虽然养母身为公司社长对奈绪也非常好，但他已不想再给养母添加烦恼。今天上学他再次遇到那恶心的记者，记者恐吓威胁当面就要报警揭发他。绝望之下，奈绪只好答应下来。他不想纪美辛苦得到的幸福就这样失去，而纪美也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于是他来到粗心婆婆的店里，谎称妈妈钱包丢了。婆婆深知其意，找到奈绪就塞过去一个荷包，打开一看竟是存折。奈绪追问其怎么回事，原来婆婆想用存折帮助奈绪渡过难关，以求得奈绪的原谅。但奈绪不领情，硬塞了回去。眼看奈绪就要离开，婆婆便当面丢进垃圾桶，希望她过来自取。然而奈绪视而不见的离开。就在这时，尾随的记者偷拿出荷包，正好被发现。奈绪一路追来，直到记者住处，记者发现了端倪，并把存折递给她。婆婆看上去并不富裕，但却坚持每个月定存10000元，且从没取过。算下来204万，整整17年是她的全部积蓄。婆婆竟拿出全部积蓄塞给自己，这存折对她来说是极为重要。就在这时，记者将存折抢了回去。奈绪觉得不对，便和记者厮打起来。趁她拿荷包的一瞬间，奈绪拿起烟灰缸砸了过去。やってみろよ。俺の口を塞げばあんたとあの子は晴れて親子になれる。その代わり今度は人殺しだよお母さん。听到孩子，奈绪又恢复了理智，同时也绝望透顶。
就在这时，记者竟出乎意料地把荷包还给了他，接着掏出一个重要的玩具。这是又是想玩什么花招？这时记者才娓娓道来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他遇到过一个被家暴的孩子，但他从不敢声张。在问到父亲时表示可以开价1000万买走孩子。他当时很迷茫，因为他同情孩子的遭遇，却没有买下孩子的决心。その子死んだよ。父親に腹蹴られて。记者看到冰冷冷的尸体，悲痛万分，后悔没有买下孩子。之后每当看到他送的这个英雄玩具，就深深的愧疚。和你不同的是，我见死不救，而你现在走的路正是我逃避的路。之所以索要1000万，是为了试探奈绪领养的决心，而如今他从奈绪身上看到了希望。在去往粗心婆婆家的路上，奈绪无意间收到了分发的康乃馨。就这样，他带着荷包和康乃馨来到婆婆家，悄悄放在枕头边。婆婆听到动静醒来后，却看到了康乃馨。她还以为女儿原谅了自己抛弃她的过错，可奈绪说那是她最讨厌的话，甚至这个季节都视而不见。婆婆的心又瞬间凉了下来。鈴原さん、ごめん。そんなもので、そんなお金で母親になったつもり、お金なんかで、あなたがこの子にした罪が消えると思ってるの？そんなことで、この30年、私ただほど30年壊さないで。お母さん、お母さん。もういいの。いいの。知らない人だから。知らない人だから。苏心婆婆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解释，她多想告诉女儿当年的真相，多想让女儿认这个委屈了30年的母亲，多想在自己迟暮之年听到女儿喊一声妈妈。然而她仍旧没有解释当年抛弃她的那个秘密。狠心生母抛弃女儿30年，如今却深深自责，一生积蓄想弥补过错，竟遭养母无情教训。而当年收养奈绪的艰辛历程，只有养母自己清楚。5岁时，奈绪在被母亲抛弃之后，一直活在阴影中。她内心自闭、忧虑、不爱说话，且经常离家出走。生父反对，且桃子婆婆也不建议领养奈绪。然而生母却一意孤行收养奈绪回家。果然，奈绪从不说话，且经常去外面寻找生母。奈绪利用东京铁塔的望远镜俯瞰下面的一切，甚至花光养母给的零花钱，只为找到亲生妈妈。养母知道她的心思，没有责怪，反而极力帮她。一旦发现目标，养母就带着奈绪发疯似的追赶，就算不惜摔倒，也挡不住为奈绪寻找生母的步伐。虽然找生母希望渺茫，但养母一直默默支持鼓励。然而这一次，奈绪竟提前回家了。他给养母买了创可贴，上天不会辜负努力的人。奈绪慢慢开始接受为自己默默付出的养母。ただいま。从那时起，养母决定奈绪世上的妈妈只有我一个，无论在奈绪心中谁是妈妈。私のお母さんは。对于养母来说，奈绪的肯定就是最好的礼物。而奈绪的母亲节礼物则是继美亲手画妈妈开心的样子。奈绪说多亏有继美和外婆，现在都放下了。ごめん。母さん、何言ってるか分かんないね。つづみ、分かるよ。分かる。つづみも忘れるよ。大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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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北海道连南的妈妈无意中翻到了开心手册，里面却记载了迁徙候鸟的字样。她突然想起连南提过学校有位研究候鸟的老师，学校告诉她失踪当天奈绪也离开了这个城市。她隐隐觉得连南和奈绪有点关系，便要了养母家电话，然后拿起电话拨通了那个陌生号码。もしもし。这声妈妈正好印证了她的猜测，这一幕正巧被回家的养母看见。在养母的逼问下，奈绪还是说出了实情。つぐみは、私が誘拐してきた。养母深知奈绪做事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看着被抛弃的继美想起了曾经的自己，但那也只是出自于内心的一份同情。拯救继美无罪，但没有征得监护人同意诱拐就是犯罪。作为继美的老师，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养母却奈绪放手送回去，否则事情败露将面临严重的后果，以及牵扯到整个家庭。然而养母不知道奈绪内心并不是出于同情，逃亡期间一直生活在养母这棵大树下的奈绪深深地体会带着女儿的艰辛，也正是这份经历让奈绪更加坚定收养继美的决心。也正如养母说的一样，我只是想成为她的母亲。母さん、
私の戸籍を外してください。やっぱりここには帰ってきちゃいけなかった。この家に迷惑かけちゃいけなかった。私は迷惑がどうとかそんな話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の。あなたを守るための話よ。戸籍を外してこの家を出ます。家族関係じゃなければ世間に鈴原の名前が出ないと思うし、隠し通せると思う。养母伤心哭诉女儿为了继美被判凌渊一家，小妹这么喜欢你，从小就姐姐的跟在后面，即使知道这些事情仍然要袒护你。二妹虽然要强，却事事以你为先，既然你是我养育了三十年的女儿，就应该把继美送回去，为了继美你放弃一个家庭太不像话。继美听到了所有对话，这样的对话本对普通孩子来说肯定不懂，但是继美自小饱受风霜，察言观色，早已看出了妈妈的一路心酸和抉择。为了不让养母和妈妈为难，她悄悄留下一封信，便独自踏上回家的路。大好き。お母さん。つぐみが書いた手紙だよ。読んでね。お母さん、読むの、好きでしょ？お母さん、いつもご飯作ってくれたの。この間の、一緒に餃子作ったの、面白かったよ。お風呂に入った時に、泡だらけになったの、びっくりしたね。学校行くの、嬉しかったよ。いろいろできるよ。電車の切符、一人で変わるよ。信号は、左折車に気をつけて渡るよ。一人で、大丈夫だよ。つぐみは大人になったら、お母さんみたいな髪型にするよ。お化粧するよ。洋服着るよ。お母さんみたいに優しくなるよ。強くなるよ。たくさんなるよ。お母さん、ありがとう。お母さんになってくれたの。ありがとう。お母さん。大好き。大事大事。看完那句早已红润眼眶，他不知道继美写信的真正意图，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回独自在外的继美。他找遍家里，来到天桥，偶遇之前记者，却发现手册记录的是一条从北海道到东京的路。青色の電車、波の模様のバス、まっすぐのエスカレーター。で。つないだ階段、緑色の電車、怒ってるみたいなマネキン人形、坂道。继美回忆着走过的路，并记录在手册上，这也印证了继美并不是不需要自己，而是要回到北海道那片伤痛之地。她这么做无非是要做回以前的莲南。为了不让妈妈和外婆为难，她选择了离开，独自承受。她突然看到册子上写着的28号，也就是说继美可能在28号公交站台附近。终于在天桥上再次相遇。妈妈，妈妈，回到家里，养母早已失去了以往的笑容，并沉重地拿出一份协议书。养母叫她签完字就可以离开。毫不知情的三妹在一边疑问重重，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要把奈绪逐出家门？三妹不知怎回事就和养母争论起来。而这时二妹下来并看了这份协议书，她大惊失色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母さん、話すね。お姉ちゃんさ、お姉ちゃんじゃないの。お母さんの娘じゃないの。两姐妹现在才知道奈绪是母亲收养的女儿。二姐大惊失色瘫坐在地上，三妹更是失声痛哭。在奈绪默默地签下了协议书的那一刻，再也不是凌渊家族的人员，
而另一边的好心记者在粗心婆婆门口放下了一张门片。当天在医院的婆婆就给记者打去电话，记者告诉她奈绪现在已无家可归，和纪美的生母来到了东京。然而这次她来东京的目的是什么呢？急促的敲门声吓坏纪美躲了起来，原来是医院赶来的粗心婆婆。つぐみちゃんは何ですか？来不及解释，她背上书包就要带母女离开这里，因为纪美的生母已来到东京。ママが、わかりさん、かみしめた。他生怕被发现，赶紧拉上窗帘，因为他不想再回到恶魔妈妈的身边。虽然奈绪和婆婆之间还有未解开的绳结，可为了纪美母女不得不去婆婆家占避风头。婆婆做梦也想不到在这迟暮之年还能和女儿朝夕相处，即使女儿不认她这个妈妈也很高兴，而且还有个这么可爱的外孙女。为了陪伴女儿和孙女，她也不再去医院自己默默忍受病痛之苦。这晚纪美突然发现婆婆的病历卡，并萌生了个想法。她先去超市挑选了心仪的东西，然后在吃饭时玩游戏问出了婆婆的爱好。観覧車。原来是纪美想给粗心婆婆一个生日惊喜。毫不知情的奈绪这才知道纪美玩游戏的目的。自从母女俩搬到粗心婆婆家，婆婆都是睡在外面只盖一个薄薄的毯子。细心的纪美想到了给婆婆买一床被子。お布団買ってあげよう。お布団？他们计划星期六去游乐场玩，婆婆开心的就要为母女俩准备两份便当，但奈绪却说做三份吧，因为还有粗心婆婆的一份。这天是婆婆这三十年来最开心的一天，看着母女俩开心坐过山车，她笑得像个孩子。三人手牵手来到摩天轮，这时纪美拿出精挑细选的生日礼物，并且给婆婆戴上。她从没想到竟会有人知道自己的生日，三十年了她无依无靠，而这期间她更是过了13个特殊的年头，从来没人给予她这样的关怀。她把自己最卑微的一面展露人前，却用最坚强的一面面对生活。从未在人前落泪的她，此刻也落下了幸福的眼泪。而在摩天轮上，奈绪看着满脸幸福的粗心婆婆，心里却一直想着当年为何要抛下我。回到家，纪美早已入睡，只剩下心事重重的奈绪和婆婆。也许婆婆从没有和女儿独处过，显得格外的开心。而奈绪一直在想着那个疑问。而在这段生活期间，她感受到了稳定和逃亡的区别，也在这段时间她体会到了母爱的另一个侧面，那些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生活细节，她从没有跟人聊过这些，她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表达清楚。终究她还是问出了最想问的那个问题。どうして私を捨てたんですか？どんなひどい理由でも構わなくて、ただどうしてなのか、それだけ知りたいんです。然而那份沉重的真相却没法告诉奈绪。此刻婆婆的表情变得坚定不移。私昔刑務所にいたことがある。何をしたんですか？刑期は15年、実際は13年で出所したけど。而婆婆坐牢的原因竟然是纪美小时候放火把家暴父亲烧死，为了保护奈绪母亲扛下了一切。奈绪在心中怎么也想不到母亲所做的一切竟然是为了自己，多年来的绳结也终于解开。另一边，纪美生母到木人美已经来到记者报社，记者开启录音询问人美为何来东京，可人美一直避开问题，只想知道连南下落。记者当然知道人美并不是关心女儿。東京に来たのだって別に娘に会いたか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んじゃありませんか？虐待の事実を通報されるのが怖かった。记者只是想让人美就此收手，而且要回连南也只不过是多了一个累赘，搞不好被警察发现虐待儿童还会坐牢。他也向记者表明心意，打算去冲绳岛生活，来这里是确定连南的安全和见见他。记者就感觉奇怪，孩子会见你吗？会いたいに決ま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连南は私のことが大好きなんです。见过不要脸的，从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美不死心，趁记者不再翻到无意间拍的女儿照片，他不准女儿幸福，更看不得别人幸福。他循着照片的地址找到粗心婆婆家。连南，妈妈来接你了。妈妈迎えに来てあげたよ。一声呼喊把纪美吓得瑟瑟发抖，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纪美被吓得躲到了柜子里不敢吱声。她温柔着喊着要带连南回家，然而不管她怎么呼喊都没有任何回应。连南，驚いてるんだと思います。少し待ってください。さようなこと言わないでよ。連南はね、こんなやつ好きじゃないの。レナ、ママね、今からボーネット作るよ。他说着就转身走到厨房，而此时纪美终于打开了门，他又慌忙跑来把连南揽入怀中，他递给连南开心手册试图挽回他，殊不知那才是他内心最深的伤痛。妈妈，何？レナはもういないの。天国に行ったんだよ。何言ってんの？あんたレナじゃない。私の名前はつぐみだよ。
色なら住み、お母さんとこのお家で暮らしてるの。レナ、ママのこと好きでしょ？なんでママのこと書いてくれないの？あのね。ねえ、好きでしょ？嫌いになっちゃった？ねえ。あのね。好きでも嫌いでもないよ。もう。ママじゃないからね。季美的话道出了她现在的心境，平淡地看待自己的过往，没有伤心，没有悲痛，早已把眼前的人美视为路人。人美忍不住伤心地夺门而出，但她回去后却把内绪告上了法庭。单亲妈妈千里之寻被拐女儿，但面对妈妈，女儿却形同陌路。レナはもういないの。あんたレナじゃない。私の名前はつぐみだよ。面对女儿的无动于衷，她伤心夺门而出，而季美又怎能忘记她所承受的伤痛？男友对季美描眉化妆时，她却不打理；男友把季美捆垃圾袋里，她却笑脸相迎。最后，她干脆把连男扔进垃圾堆里，扬长而去。奈绪不明白当初伤害季美的是她，如今想把季美接回去的也是她。难道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视若无睹吗？季美可以还回去，也做好了坐牢的准备。然而，当奈绪质问能否给女儿幸福时，她却不敢直视。好きじゃないって言われたの。そんな子。死んだも同じ。同じ。自从生母走后，生活似乎恢复平静。粗心婆婆为了解决季美的户籍，竞下血本抵押房产，只要把钱打入对方账户，便可立即通过绿色通道申请户籍。然而记者打来的一通电话却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原来回到老家的生母被警方以虐待儿童展开调查，生母不顾季美幸福，竟恬不知耻地起诉奈绪诱拐儿童。记者告诉她，警方已通过线索来到陵园一家盘查。另一边，记者会劝阻季美对生母放弃起诉。奈绪的养母表示要和她共度难关，因为奈绪签署申报单后，养母后悔莫及，并没有提交。也就是说，现在他们还是一家人。而奈绪三人为躲避警方追查，来到热川，只要今天转账成功，就能顺利申请户籍。没想到今天银行关门，但警方已追踪到热川附近。他不断躲躲藏藏，天气突降太阳冷。不幸的是，奈绪被警方发现，并拼命的逃跑。自从诱拐季美的那天起，他就做好了今天的打算。坐牢不可怕，只是季美的户籍没有办成，他不能束手就擒。然而面对前后包抄，他终究没能逃过警方追捕。つぐみとお母さんとおばあちゃん、家族三人で暮らすの。つぐみ。つぐみ！お母さんの声聞こえなかった？家中的季美似乎听到了妈妈的呼喊，婆婆连忙走到门口，却发现了被捕的奈绪。她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抓住女儿的手。一声妈妈，她立马湿润了眼眶。三十年等待，却万万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听到这声妈妈。悲喜交加的心情，她紧紧地握住女儿的手。喜的是为女儿的默默付出终将换来真心相认，悲的是这次相认不知何时能再次相见。此时季美也赶了过来，在粗心婆婆的一再恳求，她跑到妈妈面前。天真的季美问妈妈为什么不带上自己，看着女儿奈绪伤心欲绝地流下了眼泪，她紧紧握住季美的手，哽咽难言，只有不舍的眼泪不停地流下。季美似乎也明白了妈妈要被抓走，他们相拥而泣，但法不容情，妈妈还是被警察带走了。奈绪诱拐儿童的消息瞬间轰动全国，养母家电话铃声不断，记者早已堵在门口做好采访准备，养母也因此辞掉了会长一职，三妹的工作也化为泡影，但他们从未怪罪奈绪。粗心婆婆本想出庭作证奈绪并不是诱拐，却被记者拦下，因为三十年前婆婆经常遭遇丈夫酒后家暴，奈绪为保护妈妈一把火烧死父亲后被妈妈顶罪，这也是婆婆狠心抛弃奈绪三十年的原因。法官自然不会相信有污点的证人，为了给奈绪罪行减到最轻，记者把季美生母家暴的事情全抖了出来，生母自然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法庭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决定给予奈绪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而另一边的季美则到了一个叫百鸟园的孤儿院，虽然在孤儿院吃好穿好，和睦相处，且玩得很开心，但她却放不下心中的妈妈。晚上季美都会打电话过去，盼望着妈妈能把自己接回家。然而奈绪回到家才发现了几十个未接电话打过去，却无人接听。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一直等到晚上电话再次打过来。母亲，没想到竟是季美打来的电话。她开心说着孤儿院的丰衣足食，说着在这里交了很多好朋友，说着这里的安定生活。然而她还是没忍住流出对妈妈思念的眼泪。お母さん、いつ迎えに来るの？お
心を癒してもらったのよ。母さん、すまない。大丈夫。お母さん、もう一回。奈绪无可奈何，只能默默流泪。他深知一味的逃亡给不了纪美幸福生活，为了给纪美上学，他砸伤自己眼睛，为了给纪美办理户籍，不惜抵押房产，然而最终还是没能给他一个承诺。偏偏这时养母传来粗心婆婆病情恶化的消息，他来到病房床前，他们相拥而泣，没有一句话。这是婆婆等了30年的拥抱，他只想静静地感受奈绪心中的温暖。听说老人走之前都想落叶归根，于是他们便回到家里。婆婆想在走之前给纪美织个包包，这是给孙子纪美的临别礼。就在奈绪要下楼洗床单时，突如其来的一声妈妈，奈绪被吓得不知所措，一脸惊讶地看着纪美。这怎么可能？从小饱受惊霜的纪美有着常人没有的缜密心思和超强记忆，即使摔得遍体鳞伤也要来见妈妈，而奈绪却一直在提心吊胆。母さん、嬉しくないの？母さんに。母さん。婆婆看到纪美精神好了许多，不仅可以起身走路，而且吃饭还有说有笑的。林园一家都来看望容光焕发的婆婆，殊不知这只是粗心婆婆最后的坚强。第二天，粗心婆婆永远地去了天国。之后，奈绪把纪美送回孤儿院，而纪美也默默接受了这一切。她知道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朝の光、お母さんの眉毛、つぐみの歩き方。お母さんが洗濯物干してるところ、つぐみがそわそわしてるところ、お母さんの声、つぐみの字。奈绪递给女儿一封12年后的信件，两人就此分开。成年后的纪美找到奈绪，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